首一双一双紧握，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在选前黄金周末先来到台北第二果菜市场和摊商，哇，感觉黄珊珊动身，黄珊珊动身。摊商民众又是签名又是拍照，要把握每一位支持者。而二十号晚上就要登场的造势大会，除了台北市长柯文哲会到场助阵，会不会有惊喜现身？黄珊珊要大家拭目以待。大家看。 转播或道歉场来就知道了，拭目以待。选前黄金周，三人持续交锋，陈时中在受访时提到，蒋万安很怕黄珊珊，因为面对他所提出的问题，蒋万安总是答不出来。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害怕我啊。我问陈时中的，他也没有回应过啊。另一头要让选票最大化，蒋万安和太太分进合集，自己跟后援会爬山，太太石访轩则是到内湖湖光市场扫街。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 选举到最后，比的还是支持度。扣除政治口水，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选票才最真实。华视新闻，黄胜台报道。